你是小乖飞机。哦。一号全飞上。哎呀哎呀。第一号。我的火车面对。对呀、啊。我啊，怎么变成打开了？飞机帮我，飞机。嗯。飞机帮我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一个尿布吗？嗯。好好，来，你躺着，我帮你包尿布。我不要。啊？我要包尿布。你要包一个尿布。我没有拿板，你看一个个怎么？那你丢球丢给我。对，先是这样，对，按、啊、你丢。再一次。这样就，这样就。啊，没有，嘿。哦，小乖在表演特技哦。嗯、啊。小乖在表演特技、哦，你们这个纸要小心哦，踩到这个纸会滑倒哦。等一下滑倒，等一下又有人要哭哭了。哇，你要坐飞机啊、哦？要去大陆啊？大陆现在没有人了。嗯。你可以去拿光吗？咻！哇，第一号好大台啊、哦！呜、哦，飞这么远呢？等一下，我的车子，我是五十号的。那我帮你飞一下。第一号是五十号。你看哦，车准备。火箭升空，咻！爸爸，我的是第一号。哇！爸爸，我的是第一号。可以哭哭吗？爸爸，我的是第一号。那要怎么样？又要开始哭了。爸爸，我的是第一号。好，那要飞一次吗？要。好，你看哦，我要飞向无垠的浩瀚元太空。准备，预备。哦，预备 ，Go！ 哦，怎么停在上面睡觉啊？用在弟弟手上啊，用奖牌是在弟弟手上啊。哦，哇、哦，你的很会飞耶！不行啊！嗯？是阿北的。啊，你怎么可以抢哥哥的飞机？可以抢人家的东西吗？不行。啊？刚刚哥哥才罚站，现在换你了，是不是？吴彦婷，妈妈数到三还给哥哥，不然换你罚站了哦。哦，你要罚站吗？妈妈，阿姨不要数。好，那你还给哥哥，那是哥哥的。不要数哦，好聪明。你给我。你不要数，我就不用罚站了。做一个，但是这不是你的。帮我做一个。是哦。嗯。我帮你做一个尿布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蜘蛛人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我问你。这是什么颜色的？啊啊啊！哦，嗯，喂，不好吃啊！啊！别！我的是这种火箭，那我的是第一号。那下我的是第一号，我是五十六号。爸爸，我的是第一号，好吗？好，第一号出发。给你吃，我不要吃。给你吃，嗯，我也不要吃。哎呦，那个脏脏的。垃圾桶。哦，垃圾桶在哪里？不是这样丢。哦。丢球啊！哇，他家是那里面哦。啊。哎，啊，那台飞机飞去哪里了？小乖飞机在那里耶。嗯，哥哥现在不要玩了，飞机在那里。哇、哦，你捡到飞机了！来，我帮你修理好不好？